来不及了。守住这10000万能反弹。打完看出多少。我自摸了。守住就能反弹。不会是他摸的吧。还有这么多牌。我其实可以做大牌的。守住10000万就能反弹，为什么在疯狂自摸？为什么我没有打牌了？难道说我破产了？疯狂自摸是什么情况？我不敢看。你大爷。从此退出麻坛。我来了。别怕，可打，吃个药，刺激，随便杀，这个男枪死了，他包死，闪现 A， 交闪来，直接换掉，换不掉 ，OK， 正好摸到，完美，双线崩溃，很烦，我先吃了。破产了，破产了，破产了！退出麻坛，玩了。他们绝对不会看到我。不用去了，他把河蝎收掉了，这波不用去的啊，这波去太晚了。当我看到他的时候，我还在蛤蟆，这波直接刷完一条线的野怪入侵他，入侵他上半部分野区，这男枪崩了。你看他现在拿个头啊，但是我告诉你他崩了，你信吗？你觉得我在胡扯对不对？你看吧，为什么他崩了你知道吗？因为他没有等级，我5级了，然后我带了一个匕首，现在他上半部分两组野怪刷了被我控住，游戏结束了，他上半部分不能来了，他也没闪，你看他接下来会怎么被我滚雪球吧。你看啊，他来就是，我就靠这个匕首，我5级，他4级，他打不了的，不可能赢。我就是青铜操作，他就打不了。遭遇就是啊，遭遇就是。他这两组被野怪被我一吃，哎，我们再回到自己野区一吃。
抢六直接打他。先吃这个啊。诶，这男枪人呢？很奇怪。是在干什么？他上半部分野区，从刚才我把这个吃掉之后，他就一组也吃不到了。我会掐着时间点过来的。他现在还敢打龙，他损失巨大。没错，他把龙打了，但是他损失巨大，没有开玩笑，游戏已经结束了。他没有等级，光拿龙没有用的啊！他拿了一个人头没有用的，野怪吃的太少了，没有平衡好啊！他刚才打完龙状态是肯定很差的，他现在回家出来直接去红，对吧？他不可能去别的地方，所以这个时候呢，我就要开始搞事了。我六，他五，我现在野怪，我自己野怪都不吃了，现在杀心很重。逮到就是，逮到就是啊，根本没有逃生的可能。这就是螳螂的这种。好，他到野区去了，武器没事，杀他中路，对吧？都行的。好，他 W 放了，开大招。不好意思，孤立螳螂你想都别想啊，孤立螳螂想都别想。嗯，退出游戏是什么意思？并不是很懂。一个不同的视角，我不管这个男枪现在在哪里，我先吃他野怪啊，野怪肯定是全吃，他不敢去我的红的，他最多打峡谷，他不敢去我的红。打了我的红，说明他是一个莽夫，他根本没有去想我如果过去怎么办，他根本没有思考过这个问题，你知道吧？我过去他是必死的，他只有五级，在打 buff 之前，所以从理论上来讲，他根本不能去，他也不敢去，但是他好像没有想那么多。所以这个 buff 拿了也无所谓，也无所谓啊，逮到还是死，先吃他野怪啊！你搞不清楚情况，你这，哎，我是真的没有到，哎，让你一波，我没有到，我知道他劫来了，所以我才让他一波，你懂吗？没关系，队友掉线，等他连上来。等这个阿卡丽连上来，我不知道他为什么跑了，可能是退了，他打不过他退了。他优势他为什么要退这么大的优势？没事，我们能够拖住啊，虽然少人但还是能够拖住的，拖到他来就好。我说不了，我们不能去守这个劫，守劫就废了。给他推，没关系的。给他推。好，他下路死了。嗯。走吧，小心他的劫。我随便怎么绕他都可以，他
赢不了。所以你知道为什么我第一波说他搞不清楚情况，你知道吗？他根本不知道的。他有一件装备都打不过，你不要说没装备了，装备一样了，对吧？因为他反我红的时候，他其实自己也不清楚，他这个举动是非常危险的，他是不知道，懂吗？直接可以让他崩盘的。我们先吃一条龙吧，这男枪复活之后肯定会直接来龙的，他比较莽，啊，比较莽撞。所以我先把龙拿了，我不给他，毕竟队友掉线了，我还是得吃一条龙。好，我们吃红啊。这个男枪，他打完蛤蟆，他可能，哎，哦，还没刷，还没到。这边给个信号啊，肯定会上去的，啊，肯定会上去的。我去吃他红了。他现在没有野怪吃，他会直接来到他的红 buff 和他的大鸟这个位置。中路掉了，我暂时管不了，啊，管不了中路，我先杀一波男枪吧，男枪马上到，他马上就要到。他应该是去我野去了，发现什么都没有，看到吗？啊，等这个中路连上来，他好像是直接退了过来了，可能有什么事情，先不管他，啊，再拖拖看。跑得非常快，根本没有机会。这杰来这里就有点不应该。杰在后面不能打。快走，快走，小心杰，我没有大招。杰来了啊！我去我就死了，这杰装备非常好，他能秒我的，他两件套了。我们现在只能人多打人少，不要着急，拖住，等这个阿卡丽连上来，我们能赢。我先吃他一个蓝。他也许被我控死了，没到，再见。好，不急，我们先在这里回城。先隐身很重要，再交易，再隐身，啊，根本看不清。你不交隐身，他就能挂隐杀阵啊，挂上隐杀阵就能跟随我，那我就死了。所以必须第一时间隐身，交易是没有用的，交易他依然能挂上。拖住啊！虽然四打五，拖住。这个杰，他几波看到我都没杀掉，就是因为我的逃跑太快了。不
不然他挂上大我就死了，我隐身就没有用了。我逃跑得太快，他的手速跟不上，他没有办法把鼠标点到我身上按R，太快了，懂这意思吧？稍微慢一点点就死了。只要这个结连招打的没问题，我是肯定死的。来，别急，好，孤立，直接收，直接收，这个伤害非常恐怖啊！看到没有？哎，他这个结，他全场他盯着我，就想给我挂大招。这波我为什么没有第一时间跑？因为我想，他应该不会那么果断的来冲过来打我啊！但是他真的选择了这样，那对不起，既然你针对我卡兹克，我就给你来一首夜之风刃，这样他挂大他就挂杀不掉我，或者给他来一个什么呢，给他来一个这个黑切，哎，带血量装的他就没有用了，结就没有用了，他不可能在我隐身的期间内秒我，如果我一点血量装不出的话，结是可以在我隐身的期间内他这装备是可以杀掉的，虽然我们是四打五，但是赢了，拖住了，拖住了。继续拖住，你再挂机一个就没法搞了，再挂机一个就没法搞了，兄弟，这不合适吧？为什么呢？他挂机呢？我得上去守一顿，这我们三个人就没法玩了呀。虽然输了，但是队友挂机，对吧？这没办法，我们再撑一下，可以的。先偷袭他后排，都得死，一个都跑不了。我有缓速的，跑不了。不要急，等下个 E， 这个 W 挂不中，距离不太够。好，距离够了，先缓速。虽然少人，只有三个，但我们很强，可能被演了。但并不会影响我们的心态，可能是个老师傅狙击，正好排在一块儿，他不想玩了，他想在对面，他想暴打我。队友来了，快走，这劫来了，劫在阴网这一块要小心，我们从这里，看到没有？哎，像这种这个劫一看就是个老师傅来狙击的，但是我很刁，他没有办法，对不起，让你知道什么叫做真正的老师傅啊！你搞狙击，道高一尺，魔高一丈，根本蹲不到。因为我一直在观察小地图，所以他每一步去哪儿，想干什么，我提前都能够读到啊，所以他不可能完成这种埋伏，包括资源。好，我们三打五，感觉能打。我队友也是老师傅，我队友也是老师傅。
哎，拉克斯出来了，可以赢了，4-5，舒服。来，我们直接4-5。他们绝对不会看到。我们 AD 和上路是高手，绝对不是这个段位的，我告诉你，他们的操作和打法非常的有章法，你知道吧？非常的有章法，他知道什么时候打，什么时候不打。来，我们一起收这个，快来，那个能搞得定，不用管了，随便杀，我们吃这个龙，快来，能不能？来大龙，不用管，没事，这种局势赶快打龙。来嘛，我扛不住啊，我是脆皮啊！快来快来快来！收掉了，他们可以放弃了。来，再收小龙，别急，我没有E。他其实放这个 W 他就死了，我要有E的话他就已经死了，他跑不掉了。可是没有E啊，算了，放他一马。这小龙我不能探草丛过去，过去肯定死。可让啊，可让，我们有大龙了。看队友，队友去我就去，队友不去我就不能去，假装不知道。你看他年轻了，没有大招，没有夜之风刃，得让，小心。不好意思，守住你，守住你，来，缓个速，你再追，我大招马上好，我可以一打三，不要着急，风筝放着他们，卡个视角，看不见我。好，再杀男枪，他这里有眼，但是这里没有眼。哎，又有个人，谁？辅助？果然。这波我们视野太差了，都被埋伏死了。等我16级就好了，我收完之后还可以。好，不要急，他已经死了，他已经死了，所以我没有跳他啊。大我没有用，我死不了的。好，回家。GG 了，他们 GG 了，随便杀了。这阿卡丽不会看我们快赢的时候上来吃波分吧？那就太恶心了啊！想害我们输，害不了。然后我们快赢了，他上来吸个分。撤吧撤吧撤吧，一个不同的事，从上路推，这个世界没味，我得先升16。他男枪在，不然这个劫死了。哦，劫死了，那你来，你追我你不死，算了，没孤立，他男枪在。我不走啊，我不走，我装一手老师傅，我不走，我搞他们心态，我搞他们心态。哎，我要双杀。哎，来交易，来杀我 WEQ， 距离控制非常的精准。来 W， 来，我就站这里，你过来 A 我，来 A 我 ，W 没 A 出来，知道吧？我慢了一点，因为这一波我是提前的。W 吸口血，他上当过来，那个灭魂劫触发，我死不了，我孤立 AJQ 他就死了。但是我慢了大概0.1秒到0.2秒，哎，
真的不可能超过0.5秒的。我 W 已经下达指令了，因为他过来的时候，他那个手要抬，那个手抬的时候，我 W 应该是出来的状态，他就输了啊。他就知道我的这个细节把控有多么的可怕，因为我这个只能提前，知道吧？可能是ping的问题，我的ping有40，刚才那种极限的预判操作，可能14 ping 就放出来了，懂我意思吧？啊。ping 还是高了一点，行吧，不能让我想起来，我们是少人的状态啊，我们少人不能让，不要给对面机会。这个游戏打到后期五个人，他是一定赢的啊，比你多一个人，等大家都是六神装的时候。我们不浪了，直接把对面拿下啊，不给他们机会了。你看他又开始装老师傅了，他又想偷袭了。对不起，再见兄弟。横来，来，你不死了，算了算了，放他一马，他队友来了你知道吧，我放他一马，我没有上。看不见，很尴尬。孤立，回血稍微有点快。来，我们吃大龙，结束他们。大龙，大龙，小龙全吃。